感觉人少了很多。其实就少了一个而已了。我大哥大嫂，哎，我都现在开始要大哥大嫂了。释怀了，释怀了，哎，不自觉就释怀了，哎呀，哎呀，哎呀。释怀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就说雨辰啊，咋了？昨天其实回来，可能太累了，都没有，也没有说话，也没有怎样。然后今天他就走了，就觉得好遗憾。妈呀，小男生真的是太可了。王总，你最后一天梳小红花他也有他勇敢的现在大家有这个心情梳小红花吗？我少了个人了。我的选择一直都是裸营，所以其实这一点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人，或者是动摇过。如果你在这个小屋里面非常幸运的，你认识了一个让你心动，或者你觉得，哎，我可以更多了解的人，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就是相信爱情吧，因为大家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才认识的。就我已经想到，我们离开之后，这个餐厅没有人的那个画面。我一想到，我就整个人就放下了。你树下没有大哥他们这一桌，餐厅也没有人闹，每晚到12点多也没有10个人坐在沙发上午夜朋友圈，就非常的不舍。明天我有一对大哥大嫂需要去祝福，也有很多的不在上海的朋友我需要去告别。可能我在这个时点，我的情绪非常波动，但是可能在面对大家的时候，可能我还是会展示很开心的一面，开心开心开心。半熟人的特点就是永远笑面迎人，把不开心的情绪留给自己。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碰撞出来的这种火花情感，这种火花，当然不只说只是爱情方面的，我觉得友谊也是让人特别的上头。我真的，我觉得我明天又会哭，然后我真的还真的是不，挺不喜欢这样的场景的。在这里虽然没有遇到我真正喜欢的人，但是我会把它当成一个好的起点。来日方长，我相信爱情，也永远会期待爱情。对于我明天有没有想要告白的人，我现在还在犹豫当中，可能是告白，也可能是其他的。我一直喜欢就错了，没有变过。期望嘛是肯定希望的，但是这种东西，所有的决定权不是掌握在你手里，你去期望、去猜，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他选择谁与否，其实我觉得都是尊重他的选择。最后的告白，哇塞，重头大戏来了！这个环节就是重现第一天的那种场景，妈呀，太有仪式感了，感觉要求婚了！求婚我还是对爱情充满期待的。我想在这个时候勇敢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当我真正遇到自己心动的人，我应该去努力的追逐。我可真喜欢看成年人的爱情啊，成年人就这么直接。跟你在一块，我真的感觉到非常自在，可能可以投入恋爱了。我们猜一下，罗拉最后选谁？从来没有想过是一个人会这么爱。鸡皮疙瘩起来了。你愿意跟我继续走下去吗？真好，哎呀，看感动了。30岁以后，那是大人的世界，但是没想到那个世界里面还有这么纯粹的爱情。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爱的能力和被爱的权利，一定要浪漫到死。